这绝对是你看过最精彩的一版《西游记》。1996年，张卫健主演的《西游记》让 TVB 狂揽2亿。然而抠门的 TVB 不仅没有给他涨片酬，甚至还将张卫健好一顿侮辱。送你一句话吧，记住，你的脸上没毛呢，也是不值钱的。就这样，张卫健被 TVB 封杀，随后转战到内地发展，靠自己的实力再度翻红。但当年 TVB 的嘲笑却一直是张卫健心中难忘的伤疤。为了一雪前耻，张卫健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那就是接着《西游记》的剧情，再拍摄一部齐天大圣孙悟空。为了能超越自己之前的版本，张卫健特地找到了周星驰，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喜剧造诣上的启发。然而星爷的答案却很简单，上次怎么演这次就怎么演，勉强自己寻求突破，观众也不会接受。就这样，与96年 TVB 版几乎毫无差别的孙悟空又回来了，并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像真猴子，张卫健延续了 TVB 西游记的化妆手法，将猴毛一根一根地往自己脸上粘，不仅脸上全是胶水，身体上也是难以消受。没过多久，张卫健就得了皮肤病，原先定好的妆容也只能重新制作。但张卫健为求完美，冒着毁容的危险，在3个月试了8次妆，光孙悟空的造型就花费了800万，并且剧中的每一阶段的孙悟空都会有一套不同的造型。张卫健不仅在造型上下足了功夫，在演员阵容上更是倾尽所有，邀请了圈内众多好友客串演出。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齐天大圣孙悟空一经上线，收视率节节攀升，更是成功超越了96年自己为 TVB 拍摄的那版《西游记》。张卫健也用实力成功证明了自己才是孙悟空的最佳扮演者。威风不五，任意闯身出两袖，乱舞出招式，穿梭天外四方。靓仔靓仔，我爱你耶。你绝对不敢相信02年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演员的阵容究竟有多豪华。蔡卓妍的紫兰仙子，钟欣桐的紫薇仙子，杨公主的白骨精，萧蔷的铁扇公主，郑秀文的观音，袁洁莹的蛇妖，徐怀钰的红孩儿，吕颂贤的二郎神，就连谢霆锋、林志颖、罗家英等一众知名演员都友情嫁出演配角，在造型上也任由摆布，无条件的配合，甚至还邀请来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为他演唱主题曲《高高在下》。可以说这部剧几乎占据了港台娱乐圈的半壁江山，能凑齐这样的神仙阵容，可见张卫健的面子有多大。然而正是因为给了张卫健面子，饰演铁扇公主的萧蔷才错过了雪花女神龙的剧本，最后让一个在校大学生董璇成功捡漏，自此一炮而红。反观萧蔷，虽然给足了张卫健面子，但出演的铁扇公主却并没有多大反响。饰演九天玄女的袁咏仪在拍完齐天大圣后也是连连喊后悔，因为是在敦煌拍戏，天气是又热又干燥，袁咏仪原本是不想接的，但拗不过张卫健的多次请求，无奈只能答应下来。怎料遇上了恶劣天气，拍完自己的戏份后还要继续待在剧组受苦。本就是客串几集的他，硬是待到了剧组杀青。蔡卓妍饰演的紫兰仙子更是无数人心中最完美的傻白甜。这么神气，打我啊，打我，为什么不打我？紫兰仙子你也敢打？这绝对是一代人心中最完美的傻白甜，就算顶着两个黑眼圈也能那么可爱的紫兰仙子。但你怎么也想不到，齐天大圣孙悟空开拍初期，紫兰仙子的第一人选并不是蔡卓妍，而是林心如的。因为二人此前在电视剧《小宝与康熙》中有着近乎完美的配合，自然也就成了紫兰仙子的不二人选。不过可惜的是，虽然林心如有心参演，但她的档期实在脱不开。无奈的张卫健将目光瞄准了当时国内爆红的韩国女星金喜善和宋慧乔，但奈何天公不作美，两位美女都没有档期。直到开机前，女主的人选都没能定好，张卫健只好将女主的戏份往后推，先拍其他演员的戏。直到有一天，张卫健看到了当时香港新晋组合 Twins 中的蔡卓妍。靓仔，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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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当即决定就是她了。刚出道的蔡卓妍虽然没有什么演技经验，但自身散发出的那种甜美与活泼简直和剧中的紫兰仙子一模一样。头上戴的两个廉价大羽毛不仅没有让她的颜值减分，甚至愈发的可爱。剧中的她撒起娇来又纯又嗲，简直是初代傻白甜的代表。孙悟空，我好想你啊，牵你的小手，我要亲亲。不准饿。也不准。哎，悟空一经播出更是瞬间俘获了无数少男的芳心，而紫兰仙子和孙悟空的宿世姻缘也是赚足了眼泪。正不染尘还生动，今天可靠当天中，手中剑吊心里中，对天对地圆我梦，龙霸照扇拨不清，
紧箍咒心情明，何止一算让起袈裟取我世经。